争的士讲手，纽约真少有。争的士争到咁，又真系夸张咗啲嘅。不过上个礼拜纽约曼哈顿金融区就真系有两个西装友围争的士，又侧颈又剩咁，俾人拍片摆上 YouTube， 仲上埋英国每日邮报添，真实例啊！之但系比起强国人争的士，去撞下叉下颈又算得乜啦？佢哋真系拳拳到肉噶。唉，讲到呢度，强国人咪仲失礼？